想到好主意了吗？我对。 走了。 没有翻我上野区。 我还以为他会翻我上野区呢，没翻。 抓上不好抓呀。
给一些烂一个，坏了，他分了点钱，我现在钱不够啊！大哥完了，没蓝 Q 了。 抓上吊小龙，意料之中吧，闪现都被按出来了。 杀了就很赚。 是我吧？好。
走吧。觉得走运吗？ 还是死了吗？ 猜塔就行了，下路。 这好难受啊！我中路还被吸血鬼杀了，坏了，恶爆！频传呐、啊，我这波小龙也有点不应该。妈的，他那个辅助那一个 W 刚好给盲僧补了个伤害，妈直接成了。 上野区不好要了。
直接打起来，这么难受吗？ 还行，能杀这波就赚，应该能杀，他没技能的，漂亮漂亮，能杀就能接受，就一换三，1000啊，钱不够吧。 大楼应该也不大现实吧？喂，没 CD 啊？你在玩什么呢？能走吗？ 先等，只能等妖姬偷伤害了。等得等妖姬偷伤害，蝎尾发育确实太好了。坏。
他们处理不了妖姬啊。 大哥，哎呦，他死了的话，那这波小龙。 这太要死！一波一波一波，哦，一波不了破他一路吧。这个 TP 没必要，推完一路还是要走，一波不了的。哎，拆下。 buff 先拿一拿吧。
都不带线呀，我们这不是要上转中啊，上转中一波的呀。bug 要小心被抓了，对面现在唯一的突破口就是抓 bug。老鼠开个大火，一个烟雾弹直接烟雾了。人家早架兄弟，现在。